就在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开学前，社区早已动起来，志工老师及家长们把校园各个角落打扫一番。第一次为这个慈济的国际学校呢，就是大扫除。那希望同时呢，也结下一个好的姻缘。然后我们也希望说，孩子呢，以后可以在这边，在一个很舒适，然后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学校里边念书。从五楼抹到一楼，抹到觉得很欢喜，很开心。我以前也是很不仔细的一个人，所以来到这边能让我慢慢的学一些。因为慈济，我觉得慈济的理念很好，因为每样事情都很认真用心去做，所以能让我改变自己。忙得欢喜，忘了疲累。这所众人期待已久的学校，有着大家的祝福。会感恩珍惜咯，原来是不容易啊。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体会别人的一分心意，背后每一个人都在付出。School just need people to have to clean. So since we need lots of people, and my grandchildren are free.That's why I asked them just to join us. 大人小孩付出无所求，让学校每一个角落焕然一新，打造良善校园环境。慈济国际学校 Go Go Go！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